早上人还在香港，还在九龙茶馆和煲汤，怎么场景一下跳西安？我在护城河的彼岸，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，月光摇摇晃，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，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，我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，我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，我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，我会戴上终于轮我上场，耍花枪一个后空翻，腰身跟着转，马步擦得稳当，耍花枪比谁都漂亮，姐姐唱一段与几个霸王，耍花枪舞台的戏班啊呼啦的响，观众用力鼓掌，耍花枪比谁都漂亮，刀马单身队演出风靡全场。